王屋村位于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大路口乡东北部，毗邻环境优美的新店河和石梁河，国道343和104穿村而过，交通便利，距县城仅5公里。常书记，我看咱们这个网洲村还挺大的。嗯，是挺大的。网洲村原来是两个小村并过来的，整个网洲村一共有8个自然庄，4000多口人。我听那边的打鼓是有什么活动吗？哦，这里是我们的村民文化广场。哦，是有一些村民在，我们的锣鼓队正在训练。锣鼓队正在训练，我们过去看看。好。好热闹。哇，大家们好厉害啊！我们在那个街边都听到你们俩敲鼓了。我们是那个我的美丽乡村栏目组的，然后到咱们网洲村来的。感谢。您这敲鼓，看一下怎么敲的呀？我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它这个节奏点是什么？你要试一下吗？我来试一下。您先告诉我怎么敲。怎么敲？就1、2、3、4、5，是吧？大，是这意思吗？大。还可以吗？可以。您这平时都会来这儿打鼓吗？对，也都在村里面啊。到这个春节时候玩骨会，那是每天都还玩花轿车灯哎，对，什么都搞。以前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对，春节时候。那会儿有这样的场地吗？没有啊，那都门口的时候，都是家门前有大仓，还有这样地大卖场。有这样的环境之后，是不是经常会出来打鼓呀？也经常出来，人人喜欢。那咱们网洲村的变化大吗？您觉得这些年，因为几位大爷应该是见证网洲村的变化了。太大，对，变化。那上几年你在庄上都啃玻璃，下雨都啃玻璃，哪有这个路走的？那都是玻璃多沉的，就是没到腿上的泥是吗？玻璃，那没有水泥路。进来就出不去，哪家都有水泥路，对，进来就出不去。我们村里的还有这种比较好的道路，社会简直是太痛快了，太痛快了。现在就要把我们装上，我们都不同意。为什么在这儿住着得？所以我看各位都是笑得很开心、很幸福的感觉。大家在一起不是种吗？给他对，民众啊，种一起欢唱一下，来，欢唱一下。扫一打光，来。大爷们都很开心，感觉。特别嗨，对。我看这还有一个小学，那大爷们打鼓没有影响吗？哦，没影响了。这个网洲小学呢，现在已经改变用途了。我们现在整个网洲村有2所小学，一所呢是这个网洲小学，还有一个呢就是在南边的城庙小学。这个网洲小学因为生源不是很多，现在已经合并到城庙小学了。所以说现在村里的孩子们都是到城庙小学去上课。对，基本上是在城庙小学。城庙小学还有一个惠银青少年之家，是共青团省委发起的一项关心留守儿童的一个行动。2017年开始启用，通过这个青少年之家来给他们一个可以活动的地方，可以倾诉心声的地方。现在我们的留守儿童现在已经减少了很多。在我们刚刚成立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我们村里，留守儿童有100多个，现在呢只有8个留守儿童。那好很多，减少好多。对，现在我们压力也不是很大了。所以大爷们都说让他们离开这儿，他们都不愿意离开呢。对呀。陶书记，我听您说在村子里待了3年多的时间了，那跟村民们的感情是不是也越来越深了？肯定很深。今年的疫情期间，我吃了百家饭。今年的疫情来得比较突然。对。我是大年初四就赶回村里进行这个疫情防控工作了。当时因为来得比较匆忙嘛，没有准备任何生活物资，然后我们封村了以后，就是吃的东西已经买不到了。
不过我也没有想到啊，我也不知道是从谁开始的，记不得了，是从谁开始的。每天都会有村民给我送来馒头啊、水饺啊、牛羊肉啊、蔬菜呀、啊。每天我的小屋里都摆得满满的。那时候应该会觉得很温暖吧？很温暖，很温暖。所以说您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了。对，感情真的是越来越深。大娘们现在都是坐在门口，对，晒晒太阳哈、啊。对。谢谢谢谢，要给您吃是吗？谢谢啊，对。看来真是啊，村民们对您也是呵护有加的。对。陶书记和我说，来网洲村一定要体验一下当地很有特色的手工打粉，因为在当地有句顺口溜：山芋饭，山芋馍，离了山芋不能活。而且网洲村所在的大路口乡，更有着中国山芋之乡的美名，种植山芋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在过去，当地人为了方便保存，会将山芋研磨成粉，手工打制成粉丝。现在很少有这种手工做的了吧，都是机械化了。看看有没有点震撼。我们经常吃粉丝粉条，还真没见过怎么做的呢。嗯，我们来了。这好、啊、已经开始了。开始了，我看一看这个怎么做的呀？我看，哇，这么多人做呀、啊！是的，您好，您好，你好，你好，去拿水，我这个的，你帮你挑里边。这是活的面吗？是的，我们是正在做网洲村的特产，传统的手工粉丝。嗯，这用什么活的呀？这是用那个山芋粉，纯山芋。哦，就像淀粉一样的那种、啊。哎，对对对对。您给我讲一讲这个，因为我们经常吃粉丝粉条什么的，但是从来没有见过手工做要这么麻烦啊。这个流程是怎么做呀？就是我们就是把面子和好了，可以漏的时候，啊，不要上瓢了嘛，可以上瓢的时候，然后再给那个上面漏粉的人，啊，然后这还要一边捞着。哎，对对，这个然后一边捞着，你看还有烧锅，烧锅的还全部都是原始原生态的，拉那个风箱我看是。啊，对对对对。那这个的话要煮多久就可以熟了呢？这个你要到锅里只要飘摇飘起来就熟了。哦，入锅就熟啊？对对。和面、打粉、煮粉、捞粉、烧火，手工打粉看似简单，但身处其中的七个人必须配合默契，才能将红薯粉变成粉丝。你要不要体验一下这个招粉的感觉？可以吗？可以的。哎，我尝试一下，因为我刚刚看那大爷打，我都看入迷了。你看站在那打可管？我站这儿就行是吧？啊、行，来。来，我给你递面子啊。好，这样拍就行。对对对。那我没有那么大劲儿行吗？哎，对。面好到劲了，矮一点，一矮一点，这样不是很吃力吗？对对对。但是我怕它没有那么细。没事，这个没事。哇，这个要好沉。用这个手，这个啊，对对对。晚了吧，晚了，错了错了。怎么什么意思？这样弄出来，快快点，快快点，快点，这哪子放这里？哎，我那里。哇，我这胳膊好酸啊！我打着一会儿就感觉胳膊酸了，因为这个胳膊抬着要使劲儿，这个打也要使劲儿，对。一下又一下，凿粉看似简单的工艺，却是网洲人勤劳和智慧的体现。它不仅提高了红薯的附加值，也赋予了网洲人的生活。体验一下搓粉头啊！搓粉头啊！你看，你也拿。这怎么搓？你看，哇，好软啊！这个，您告诉我怎么弄？你看，站谁？那这是那个速度太快了，慢慢的，慢一点，对对。这样可以吗？可以。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吃还很好吃。哎，这个我成功了，一次就成功了。你很聪明。谢谢夸奖。这样的手工打粉场景，在过去每当山芋成熟时常常可见，但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这样的手工打粉也已被机器所代替。看上边。好。哎，来喽。可即便如此，几位老人依旧会在山芋成熟时叫上小辈儿们，相约一起打粉，一起留住家乡的味道。两条着吃是吧？啊，对，就是咱们刚那样搓下来的。啊，对对对。可以看这个，我觉得就是晶莹剔透的感觉哈。然后放什么调一下？这个直接放就行了是吗？这是自己做的。
哎，对，这里是香菜，这里是葱。对，我弄点香菜。这个是青椒是吧？香菜，这个青椒。对对对。对，这样拌一下。嗯。看看这个颜色，看着就很有胃口。好的食材不需要太繁琐的烹饪，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对对对，是吧？我来尝一下啊。我觉得现在这样直接吃这种现做好的，就是感觉吃在嘴巴里，首先它的口感很好，很筋道，然后其次就是很顺滑。是是，其实像这种也可以做那个，做成那个真空包装，嗯，也可以往外发货，因为它的保质期也是比较长的，嗯，对吧？对对对，晾干之后，嗯，对。正如周凯所言，好的食材不需要复杂的工艺就能有好的味道。做好的粉丝在太阳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就能变成我们市面上可以买到的粉丝了。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粉丝晒干了，晾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嗯，是吧？对对对，然后我们把它包起来送到我们网洲村的养老院去。啊，你们平时用手工这样做的话都是送到养老院去啊？嗯，对，我们自己留一部分，也留一部分。两个，好的，走。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种粉丝的？我们做的这种粉丝，我们做的一直在做，嗯，就是父辈他们做的久，嗯，我们做的时间。周凯和我说，他之前在县城做装修工作，但随着网洲村的发展，他就回来做粉丝了。之前他们种的山芋淀粉含量高，只能靠打粉赚钱。现在在工作队的带领下开始种植可以直接鲜食的山芋，经济价值会更高。虽然现在大多使用半机械半人工的方式打粉，但住在网洲村养老院里的老人们更爱吃纯手工打的粉，所以每次打完粉他都会将粉丝送些过去，而且将粉丝送到养老院还会有其他的收获。这个夕阳红是网洲村的夕阳红老年公寓，在这一片就是比较大的，嗯，不管它是入住的环境还有他们那个服务都是很好的，你看他们吃饭的地方还有他们入住的地方很干净，哎，对对，所以您也是用自己的行动在给这些老人献爱心哈。就在献爱心的同时，也可以在我的时间银行里增加一点时间。银行什么银行啊？就是时间银行啊。时间银行是什么意思？这个我解释的有可能不太全面，但是我给你引进下一位，他会给你解释这个时间银行全面详细的一些情况。好，那我们走。好。时间银行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养老院的负责人石金玲，是一位80后，也是土生土长的网州人。当年大学毕业，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家接手母亲创立的养老院，扎根网州村，一干就是十几年。他为了能让养老院里的老人们能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学习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养老模式，在皖北的村庄里建立起一座现代化的养老院，时间银行就是他的学习成果之一。哇，这里面有好多这个小吉祥物是什么意思？它这个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叫团团熊和团团兔。嗯，它是我们和共青团联合我们夕阳红老年公寓共同搭建的一个平台。对，你看我们这个熊呢，它代表是憨厚老实，是供这个成年人在里面做积分。嗯，我们这个小熊呢，它本身的意思就是小兔子，是活泼可爱的，然后小朋友的对，小朋友积分是在小兔子里面。嗯，成年人是在小熊里面积分。那这个积分的话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就是走到我们院里面的一个志愿者，他到我们这里面做他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事情，来做相应的活动，来兑换他的积分，最终呢由我们老年公寓去承接购买他的这个服务。就比如说我家里面老年人不舒服，你给我送一顿餐，给我给老年人就是清理一只头发都可以。孩子们呢可以到我这来兑换积分，听一个讲座，换一本书籍都可以。哦，其实是互帮互助式的一种。对，是打造，我们打造的就是一种叫互助型的养老模式。团团熊、团团兔只是一个载体，承载了石金玲对养老事业的初心，也承载了更多的年轻人通过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参与到养老服务中来的热情。
从2019年12月起，实现银行已经吸引了近100位年轻人的参与。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时间银行的存折，嗯，就像我们平时在银行存钱是一样的，对，只不过咱们这儿存的是爱心，是的，然后取的时候银行取的是钱，咱们这儿取的是服务，是的，是的，这个很好啊，这个理念啊，包括这个想法是让更多的人可以加入到志愿者的这个行列里。这也是最早我们做这个时间银行项目的一个最初的初心，嗯，就是志愿服务今天，享受爱心明天。石金玲和我说，近些年来有骗子专门针对老年人行骗，为了能够加强爷爷奶奶们的防骗意识，他会请包括陶书记在内的金融、公安等从业人员来给老人们讲讲如何防止被骗。而且在养老院里不仅有讲座，还有其他的活动，听说今天正好有爷爷奶奶在做催化。哎，对，然后再换着方式，使劲，它要破顶，现在这样吹，对对对对对对。我帮你吹。啊。哎，奶奶吹呀！你看他奶奶，哎，看奶奶，看这个奶奶，哇，奶奶一看肺活量就很好。您这个做的好好啊。啊。这个好好，有点干了感觉。你看他们每一个作品，它呈现出来都不一样。你看他的是一种简单的，对不对？他那种可能就是刚要发芽的那个。他那个树枝长得很壮，很粗壮。不一样，每个奶奶的手里面都不一样，它不可能一模一样的。嗯，其实我觉得这种的就是这样直接吹出来的话，又简单，简单容易上手，对，他的喜悦感来得快，对对对对对，我也觉得。你要是做一样东西，他叨叨了半天，叨叨不出来。而且我旁边的奶奶就很积极，刚刚这个印尼在这儿，他就伸手这样够着在弄。是的，嗯，老有所学哈。对对，老有所乐就。培培，你把那个奶奶的那个作品拿起来，立，我们要立远看一下。对，那个奶奶，对，一看那个树枝就很粗壮的。对。嗯，奶奶刚一下一口气就吹散了，肺活量特别好。您那风吹不挺厉害的，很厉害，很厉害。这个奶奶，这个奶奶做的也好，这位奶奶。对，看一下这个奶奶，每个造型它不一样的。对对对，我这个就比较秀气一点。对对对对，是吧？他那豪放派的。这个很好看，好好好，我帮您弄一下。奶奶要求也很高，你看奶奶也没弄到，再弄一下。好，您把这个奶奶，您在做这个梅花的时候呀，然后就把这个梅花的红色往外面弄，别弄到黑色上，是吧？这样的话就显出来了，要不然您全按在黑色这儿的话，就看不出来红色了，是不是？我帮您再稍微的点缀一点哈。嗯，好，很好，可以吧？可以。来，我也写个名字。嗯，好。圆来圆的嘛，你。像不像？那是得睡着呢。我有印一个爱心。嗯。奶奶，这个就送给您。嗯。送给您。谢谢谢谢。送给您了。送给我。对，送给您了。这一个呗。这个给你，这个也给您。这个是您自己的作品。那上名了，上名写您的名字吗？我奶奶，你叫什么？叫什么名字？我写叫许树兰。许树兰。哪个许？严武许。严武许。嗯，树是陈树的树，兰花的兰。嗯，我给您印一个爱心，像我这样印一个爱心，好吧？好。哇。好，这个也给您。其实我感觉爷爷奶奶他们的快乐就很简单，他们很容易满足。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陪他做一个活动，明天陪他吃一顿饭，其实这就是最长情的告白。那石院长，您有没有想过自己在养老行业或者说做这个养老院会做多久啊？可能这个话题要在10年前，可能我说很快就会放弃这个职业，
但是可能是我已经坚持到现在，已经坚持了12年的时间。我现在可能说，就是我作为一名80后，我在做这个养老，它是一种，就是说，用了自己的一种不舍的情怀和把它当成一种事业来做的一种恒心，可能会一直坚持下去，会一直坚持，对，会的，会的，会一直陪伴着这些老人，对，会一直陪伴的。当我问到你在老了的时候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养老院，他给了我这样的答案。就这样话题，我经常会在我脑子里面去转，我就想着在不久的将来，我心里想象的一种老年公寓，就是一定要有一种文化在里面。现在好多都是百年后的一些老年公寓，在全国来说，我们这个老年公寓做了这么多年，可以说也是最早的一批在做养老了。所以我也希望，我也觉得很自信，有一天我一定会做成我老了一天我想象的那种老年公寓。我觉得可以的。自从建设了村民文化广场，活动就源源不断。今天下午，这不正好有场四周戏送戏下乡的活动。四周戏是安徽淮河两岸地区地方传统戏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安徽省四大剧种之一，原名拉魂腔，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深受当地村民的喜爱。这不，爷爷奶奶们骑着小车，拿着小板凳来了。现在这些演员们正在化妆，我们上车去看一下，跟他们打个招呼。哎，各位老师好。啊，你好，来。您好，请坐，请坐。那个，对，我们是我的每一乡村栏目组的。啊，你们等一下就要演出了是吗？对，看都在补妆呢。对，咱们这个四周戏它唱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呀？咱们四周戏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嗯，你看有邻里之间关系的一些内容，嗯，还有婆媳之间家庭和睦的这些内容，还有一些像民俗文化，嗯，都会跟着这个社会的这发展，还有这社会的需求，排写新的节目。那这个唱腔，您能简单的给我唱一下吗？啊，你想学吗？可以呀、啊，我试试，我先听一下，我还没有听过。嗯、唱那个《麦田瓜》选段。行。啊，写前面一句那个选段。嗯。唱一句给你听听。嗯嗯。听一下。好。嗯。啊，绣一对鸳双溪水呀、啊，双溪水呀、啊啊，哇，好好听哦！哇，这个还挺难的，但是好好听、啊。对，四周戏很好听。咱宿州市有个宿州学院，嗯，有专门开的四周戏课程，也是传承下去了。对，传承下去。特别好，谢谢老师们，谢谢。好，你们先准备，我不打扰你们了。好，一会儿期待你们的演出。好，谢谢，谢谢。广州村这两天啊，体验了他们这儿的手工打粉的制作，也在养老院里还有这个文化广场里看到了村民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能感觉到他们的那种幸福。随着村子不断的变化，村民们的生活品质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寻找美丽乡村的脚步永不停歇。下一个美丽乡村再见。